金刚坐姿 ，OK， 再拉到金刚坐姿，坐到右边，对，坐到右边，臀部刚好坐在你左边的脚后跟，还可以哈、哦。然后左手轻轻的放到左边的地板，对，有点往前延伸，往外延伸，把你的肋骨跟胸腔转开，把你的右手吸气往上来到耳朵的旁侧，对。头可以把你的头往右边一下看，所以把你的肋骨跟你的胸腔往天花板转开。右边肩膀放松。那如果手肘无法伸直的同学，放弯手肘，放到后脑勺，头往右边一下看。我们停留，三，呼吸稳定哦，二。一，很好，慢慢吸气带回来，吐气手解开，将你的右脚往前一步，踩到左大腿内侧，对，踩到左大腿内侧，然后将你的左手放到右边膝盖上方，右手把胸腔转开，头往后吸气，对，吐气的时候让你的腹部往后收，像一颗球一样。吐气的时候把你的腹部往后收，把你的右手来到瑜伽垫的最右侧，左手来到最左侧，对，身体转正，胸腔打开，有点扭转，三二一，慢慢带回来，对，很好，吐气来到金刚坐，感受一下你的右边的身体，确定好之后再将臀部坐向左脚后跟，右手往外延伸，左手往前画到耳朵的旁侧，把肋骨胸腔转开，头往上。那如果有些同学手肘无法伸直的同学，弯手肘，把胸腔拉开就好。来，三，小心左边的肩膀也需要放松哦。二，一，慢慢吸气带回来，将你的左脚往前一步，对，踩到右大腿内侧，右手抓着你的膝盖，左边膝盖。左手再次拉一下，把胸拉开，往胸打开，对，很好，胸转向天花板，吐气的时候让腹部收，像一颗球一样把背拱起来，对，来到瑜伽垫的最左侧，身体往最右侧，一样转开扭转，胸腔打开，三，手肘要往下，对，身体要远一点，对，把你的右肩膀再转正，二，一，慢慢吸气带回来，吐气金刚坐姿，感受一下两边的臀部，然后把你的瑜伽砖轻轻的放到后背，对，然后先来到婴儿式，OK， 先来到婴儿式，确定好，再一次背拱起来，对，拉长之后保持稳定，三个呼吸，背拱起来，然后拉到金刚坐姿，把胸拉开，然后瑜伽砖放后面一点点 ，OK 哈，双手往背后，先弯手肘，把两边的肩膀往后夹，十指紧扣，放到臀部的肉肉。肩膀往前绕一圈，往后转开，把胸顶出去，手肘夹胸顶出去，然后下巴有点微微往上一点点就好了，对，三，肩胛骨夹，二，对，玉慈加油哦，一的时候保持在这里，肩膀在这里，手肘伸直，手肘伸直，吸气把胸拉开，吐气的时候放到砖，让拳头放到砖，把胸顶出去，
手去推砖，胸打开，对，让肩胛骨不断的集中。三，你的胃跟胸要顶出去哦，腹部内收。二，一，很好，慢慢的吸气带回来，手还在伸直，让你的头顶点向地板，臀部带高，手往后。三，二，一，让臀部坐向脚后跟，吸气，保持手伸直，头抬，胸抬，肋骨抬，一节节的带起来，胸再一次打开，这次把瑜伽砖拿开，点向地板，再一次更深的伸展，手肘不要放掉哦。对，胸打开，头往后。三，下巴不断的延伸，肩胛骨夹。二，一，很好，慢慢的手解开，让两边的肩膀轻轻动一动，放松一下下，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哈。然后呢，这一次呢，将双脚交叉往前，对，让你的右脚平行在瑜伽垫上，左脚往上放到你的右脚上面的一个摸字形，可以吗？脚板勾哦，对，手推向两边的地板，让两边的臀部坐正。 OK， 吸气的时候十根手指头往后推地，把胃跟胸这一节打开，吐气，胃跟胸跟头收。二，吸气推地的时候，把胃跟胸跟头往前顶出去，吐气，现在让腹部收，肋骨收，胸口收，头低。吸气的时候，让你的头往下、往前、往上延伸，带着你的胸椎、肋骨。啊，你们看一下老师哦，有些同学还不太清楚哈，来看一下。吐气的时候，记得头不要先低，吐气是腹部第一步骤，腹部、肋骨、胸腔，头低下来的时候，像一颗球挖进去，然后游泳的时候要干嘛？头先浮出水面，胸浮出水面，肋骨浮出水面，拉到最开的时候才会让腹部、肋骨、胸口收，有看到吗？所以不会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不会是板子哦，好不好？要一个 wave 哦，可以吗？流动的感觉，可以哈、哦。准备好了，吸气，推地，胸跟胃打开，吐气，腹部收，肋骨收，胸口收，头低，头往下，吸气，头往前往上，然后再胸打开，肋骨打开，背挺出去，对，打到最开，吐气，腹部收，肋骨收，胸口收，头低。二，吸气，让你的头往下、往前、往上延伸，头带领你的胸再打开，肋骨再打开，很好。吐气，腹部收，肋骨收，胸口收，头低。吸气，往前延伸，把胸打开，对，很好，停在这里。二，有点往前哦，往前哦，对，两片屁股，感觉后面的屁股要被推上来的感觉。二，头不低，要把胸再打直一点点，对，胸再挺出来。一的时候，小手臂放到你的小腿肚，把上半身的重量往下压停了。三，这时候你去帮老师观察一下哪边特别的紧，紧的时候你就会想要抵抗，不要抵抗，接受它，放松它。二，一，小手臂放到瑜伽垫上，拉一下瑜伽垫，调一下你的脊椎，不要拱背再下去，先顺一下你的脊椎，双手握拳，额头放下你的拳头，对，所以你可以拿拳头叠起来，拳头叠起来，额头放上去，对，我们要把拳头叠高，对，放上去，肩膀要放松，不要耸肩哦，保持你的颈椎
在每次吐气的时候，你的颈椎后颈椎还是往前拉的，肩膀是往下。OK， 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慢慢吸气带起来。阿婷在这里，停留三、二。一，很好，慢慢将你的右脚打直，左脚收进来。对，右脚打直，左脚收进来，所以你的脚背要顺一下。对，像半截的牛面式，可以吗 ？OK， 拉着膝盖，把肩膀转开，胸腔打开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肋骨跟胸不关，不要关。吐气的时候只有肚脐收进去，有看到老师的肚脐吗？只有肚脐收，保持肋骨跟胸腔打开，身体慢慢往前，对，拉着它往前，拉着它往前，往前往前，不要急哦，不然你就会变成是哎，往前往前往前，然后胸又关了，把你的胃一直打开，肋骨两节打开，胸一直打开，对，没有打开就不要前进，就是急了，不然你的肚子啊跟下背是打不开的，贴不到你的大腿，背永远是原背。OK， 你想要给你们看哈，这是你们，有看到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的胃跟胸没有打开，有看到吗？打开的时候，腹部收的时候会往前，老师再往前的时候，这边都是打开，所以我会拉到哪里？下背，肚脐有一天会贴到大腿，肋骨贴到大腿，我的背是平的，有看到吗？跟背是拱的。是差很多的哦 ，OK， 所以不要拱背，把背打平，对，不行就轻轻推地，把两边肩膀转开，推到你的，对对对对，把胸打开，肋骨打开，肋骨要一直打开，三，对，二，所以这时候你会伸展到你的右脚小腿肚，右脚的腘绳肌，甚至到下背，二。然后下巴可不可以对齐你的胸口，用你的后脑勺往前延伸。对，最后一个呼吸咯，一，慢慢吸气带起来，很好，把右脚收进来，牛面式。对，坐好哦，两边的臀部要坐好，尤其是左边的臀部，可以哈，臀部的肉要坐起来，所以膝盖对准膝盖，有看到哈？有没有看到牛角面包？牛角面包是这样子的啊，你这样好了啦，你膝盖往前延伸，对，要正正扎扎实实的，因为刚才开髋，现在就要收髋哦，可以吼，两边的臀部都要做好哦，可以吗？脚背收进来哦。 OK， 确定好之后，右上左下抱住背部的肩胛骨，对，抱住背后的肩胛骨 ，OK 哈，然后手臂反拍，对，让左手带进来到右手，可以哈，带进来之后呢，你们要看老师哦，老师的手肘是往前往上，但小手臂远离你的脸，让你的小手臂远离你的脸，手肘往上到最高往后，让肩胛骨往后往下，肩胛骨知道在哪里吧？用你的肩胛骨去动哦，好，来前上，吐气后下，二吸气前上，吐气后下，对，三吸气前上，吐气，肩胛骨后面后下，先停在这边。保持手肘跟你的肩膀是平行 ，OK， 把你的两边肩膀往外旋转开，眼睛看向你的大拇指，所以现在你的胸是开的哦。去深吸深吐的时候，感觉你的胸是饱满的，所以让你两侧的肩膀往外往下压，手肘往上提，三、二。一，还可以的同学，慢慢的往后延伸，往后延伸，往后延伸，往后延伸。三，
呼吸要在哦。二，一，慢慢吸气带回来，吐气，双手解开，吸气把胸拉开，吐气的时候保持腹部收，肋骨开，让肋骨跟胸腔一节节放下，手掌心向上，下巴对齐膝盖，头低，停留一下下，对，头放松，呼吸稳定哦，下巴能不能找到膝盖呢？好好的修复自己哦，呼吸稳定。最后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慢慢吸气，头抬，保持在这里哦。OK， 膝盖往前。对，用脚刀的两脚刀的外侧，把腿慢慢伸直。然后你可以拿一个瑜伽砖在身体，哎哎，脚在交叉，脚在交叉，左脚往前，右脚往后。你们干嘛？腿谁说可以伸直？对，然后让你的脚踩直，瑜伽砖可以拿着。对，整只脚的外侧可以抓准它，臀部左右摇摆，放松一下下，还可以哈。确定好之后，往右边转。左脚踮脚球，右脚踮脚球，左脚用脚后跟来到前侧，对，慢慢转到外侧，一样转过来，然后腿伸直，脊椎拉长，脚是交叉的哦，你转过来，好，你们先下来看老师，我真的生气了，很 confused 对不对？好，譬如说老师的膝盖带起来的时候，有看到吗？伸直，用脚刀的外侧。我要把袜子脱掉吗？你们要看得比较清楚。OK， 老师把袜子脱掉，因为本来放松瑜伽是那个。看到哈，当我在转的时候，往右边转，有看到？有看到吗？腿是伸直的，身体转，持续转，持续转，有看到吗？很简单的，你们不要转到后面自己把脚再打开然后再合起来，这是不对的，好不好？旋转的位置可以吗？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试一试左脚往前的，左脚往前，对，左脚往前，对，腿伸直，先用脚到外侧，把腿外侧伸直，因为外侧是什么你知道吗？胆经，对，好，来，慢慢的往右边转，右脚踮脚球，对对对，慢慢转转转转转，转到一个交叉，这是你们的反射神经哦。交叉，对，很好，就是转到底，哪里来就是哪里去就对了。腿伸直，三、二，脊椎拉长哦，一，慢慢的臀部往下坐，还可以吗 ？OK， 瑜伽砖拿开。OK， 臀部坐稳。我们反方向开始哦，把那个左手上右手下抱住肩胛骨，对，很好，手臂反拍，对，很好，抓住你的右手，对，然后让你的手肘往前上，小手臂远离你的脸，吐气后下的时候肩胛骨放松，二，吸气前上，吐气后下，三，吸气，用手肘去动，带领你的身体上到最上面，吐气后下，去感觉你的活动度是不是很大。 OK， 最后一次哦，吐气后下。
下。好，下到这里的时候，把你的手肘跟你的肩膀同时保持平衡，然后让两边的肩膀往外打开，往外打开，胸是打开，有没有看到？往外打开，胸打开，头看向你的大拇指。三个呼吸，吸气，胸是流动，把你的胸顶出去，吐气。二，吸气，吐气。一的时候吸气，把你的手往上延伸，呼吸是流动的哦，吐气放松哦。三，二，一，很好，吸气慢慢带回来，吐气手解开 ，OK 吗？吸气，吐气。对，腹部收，肋骨胸腔打开，双手往前，下巴去面对你的膝盖，停留一下下。对，慢慢的往下沉，它会伸展到你的收髋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开很多髋的话，你髋如果没有收的话，你臀部的骨头就会越长越外，我扩张，所以你要把髋收进来，同时它会拉到你的臀大、臀中、臀小，到你大腿外侧胆经，到你外侧的膝盖，到小腿肚，到脚踝，都是外侧的部分。当然，如果你的髋关节很紧，这时候你的髋关节会特别有感觉。OK， 要有耐性哦。呼吸稳定，五、四、三。二一，很好，慢慢吸气，头抬，把上半身带起来，对，很好。这一次保持右脚还在，左脚伸直，对，左脚伸直，右脚还在，没有变过。然后新同学，你的膝盖要降低，不要变这样，把它放松，对，很好。 OK， 臀部的肉拉出来，对，双手放到膝盖，把两边的肩膀往外转开，胸打开，吸气，脊椎拉长，胸打开，肩膀向下压，头顶往上顶，吐气的时候让你的腹部收的时候，肋骨保持打开，身体微微的往前，对，下巴对齐胸口，头顶往前顶。如果你觉得你开始拱背了， OK， 手去往后推地，但是推的同时让你两边的肩膀往外旋打开，肩膀感觉菱形肌甲，背部菱形肌甲，哦，还是拱背哦，对，背打直，对，最主要是肚子先到哦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慢慢吸气带起来，对，吐气的时候让你的左脚收进来，右脚往上，双鸽式，对，脚板勾，手推一下地，让两边的臀部坐正。 OK， 十根手指头往后，吸气把胃跟胸打开，吐气，腹部收，肋骨收，胸口收，头低，吸气，一，往前，探出水面，把胸跟肋骨，肚子打开，吐气，腹部收，肋骨收，胸口收，头低，二，吸气，往下，往前，往上延伸，把胸打开，肋骨打开，吐气，腹部，肋骨，胸口收，头低，三，吸气，把胃跟胸打开，停在这边，三，持续去推，对，二，一，小手臂放大小腿肚，三，臀部放松哦，尤其大腿外侧，二，浴池你做错了，双鸽式，双鸽式，重叠，平行重叠，对，一，小手臂可以放到瑜伽垫上，拉一下瑜伽垫，胸腔打开，头往前。玉慈，你看一下，玉慈，你做错了。
不是这样，是这样平，小腿肚对齐你的小腿肚，对，对，然后身体再往前。OK， 你们现在越困难的位置啊，才是你们要练习的哦。越简单的，你自己就可以展现了，不用老师教。现在瑜伽练习就是要去突破你觉得越难的 ，OK， 才是你越需要学习的。OK， 双手握拳，额头放到拳头上。对，要培养最大的耐性给自己，把呼吸送到最紧绷的位置，吸气感觉扩张。吐气，让它完全的放松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慢慢吸气，带起来。酸痛是正常的哦，敲它没有用哦，老师已经敲过了。OK， 慢慢带起来，吸气停留，吐气停留。三。二一，很好，慢慢的腿解开，双脚往前轻轻动一动，然后让你的脚趾头顺时钟转。二一，反方向转。三二一，很好，单脚卧英雄，把你的左脚带进来，然后检查一下你的小指头跟大拇指，请分开。小指头跟大拇指头分开，小指头要去压地板，大拇指也要去压向地板，两边往下压，同时让小腿肚的肉搬出来，把右边的臀部转正。OK 吗？对，右边膝盖微弯，把背挺直。在这里坐着的时候，你还是要优雅哦。OK， 有人做这样的时候还给我这样拱背，就是不优雅，所以保持优雅，两边肩膀还是要放松，后脑勺往后往上顶，小心你们的脖子。对， OK， 三二，去把你的 肌肉去记忆好的位置哦。一，很好，慢慢的将你的左手往后，右手往后，对，手肘微弯。OK， 手肘先放，右脚踩向地板，让臀部抬起来，顺一下，对，很好，慢慢的往下躺，单脚卧英雄，很好，我把你的右脚踩向左大腿上方，同时如果可以的同学可以慢慢将右边的膝盖打开，开宽的感觉。双手可以往后，保持稳定的呼吸就好，小心臀部不要往右边翻，尽量让两边的臀部，尽量让两边的臀部可以保持平衡。最后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慢慢将右脚带回来，踩向你的左腿，双手轻轻的抱住你的右脚的小腿肚，往胸口压。三，左膝盖往前延伸。右膝盖往肚子肋骨胸口压，压下去的同时让胸打开，两边肩膀去接地。二一，可以的同学帮你的右脚打直，双手十指紧扣抱住大腿的后侧脚板勾，还可以的同学才需要抓到你的脚趾头往内收，
不行的同学抱大腿后侧，抱大腿后侧，脚跟往上延伸，伸直就好。三，腿要伸直，大腿抓膝盖，两边肩膀往外旋，贴向地板，胸口往上，左膝盖持续往前延伸。二，一，很好，慢慢的弯膝盖，将你的右手放到右边的脚包外侧，左手放到内侧。OK， 往下压，压向地板。同时让右手去抓到你的脚后跟，慢慢的往外打开，左手推向左大腿前侧。停留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慢慢带回来，很好，把你的左手抓到脚包的外侧，往外打开，停留一下下，往外旋，往外打开，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慢慢带回正中心，抓着你的大腿后侧，弯膝盖，脚踩向地板，停留一下下，五个呼吸，膝盖，左膝盖还是往前延伸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慢慢手肘推地，把头带起来，左手推，右手推，对，双手抱着膝盖，保持胸打开。二，冷静哦，很好。一，左脚往外，对，轻轻动一动，放松一下下，对。右脚往内收，一样，在收进来的时候，看一下你右边的小指头跟左边的跟右边的大脚趾头要分开，同时去压向地板，右边的小腿肉肉要搬开，对，左臀部要拉出来肉肉，还可以吗？膝盖对准前方哦，很好，保持在这里，胸腔打开，慢慢的弯左边的膝盖。刚刚好的位置，抱着膝盖，让两边的肩膀转开，胸打开，下巴对齐，胸口后脑勺跟头顶往上延伸，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慢慢的将手放向地板，手肘放向地板，左脚踩向地板，臀部带起来，收一下你的腹部跟尾骨，膝盖往前延伸。确定好之后，上半身再慢慢放下来，保持在这里哦，先不要急哦，两边臀部要记得感觉是正位，再将左脚踩上去你的大腿，再把左膝盖往外打开，双手往后往上延伸，呼吸稳定哦。左脚带回来，踩上右大腿，慢慢的再弯膝盖，双手十指紧扣，抱住左边的膝盖，让两边的肩膀转开，然后将你的右膝盖往前延伸，左膝盖压向胸口，同时心往上，停留三，下巴对齐胸口，把后脑勺拉长哦，二，一。
慢慢的将左腿伸直，双手十指紧扣，抱住大腿后侧，左脚板勾，第二根脚趾头对准膝盖，同时让两边的肩膀转开，胸腔打开，慢慢的拉下你的胸，或者是抓着你的脚趾头都可以，右膝盖不断的往前延伸，三、二，记得吐气要放松哦。一，慢慢左脚屈膝，左手抓着左脚到外侧，右手抓内侧，同时让膝盖往左边地下走，右膝盖还是保持延伸哦。三、二、一，确定好，让左手抓着左脚的脚后跟，右手放到右大腿往前延伸，同时让左脚慢慢的伸直，右脚往前延伸，左脚往外打开。停留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慢慢弯膝盖带回来。对，右手抓着左脚刀的外侧，把腿伸直，往右边倒一些些就好了。左手可以帮助左大腿外侧，让左边的髂腰肌的位置往外打开。停留，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慢慢带回到正位，双手十指紧扣，再一次抱住大腿后侧，肩膀转开，三、二、一，弯膝盖，踩上地板。很好，手肘推地，头抬，右手推，左手推，还在哦。很好，双手抱着你的膝盖，把胸拉开，停留，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手松开，把右脚往前，对，平衡，左脚往前，轻轻动一动，放松一下下。还可以哦。OK， 两只脚往外打开。然后，如果你有两个砖是最好的。如果你没有砖的话，就只是打开，把它放在脚后跟。OK， 你有看到老师的下背了没？下背，很多人在这一节是长这个样子，有看到吗？所以现在老师要你把大腿往内推，臀部往后翻，大腿往内推，臀部往后翻。我要你让你在这个开的同时，你的骨盆是可以流动的，可以哈。第二根脚趾头对准膝盖，对，手可以往后推，把胸拉开，同时让两边的臀部往上，有看到吗？往上，但是第二根脚趾头对准膝盖，感觉骨盆可以往上。所以推的时候往上，有看到哈、哦？保持在这个往上往前延伸就好。对，那除非有些同学，如果你够柔软的同学，你可以推大小腿的内侧，哦，保持身体往前延伸，走一个你可以的方式，找一个你可以的方式。对，记得胸要打开哦。推脚的同学，你的两边肩膀和肩胛骨要推开，头顶往前顶。停留，三、二、一，吸气带回来。对，吐气的时候让你的身体往左边走，右手来到耳朵的旁侧，右边的臀部定下来，胸翻开头往上，三、二、一。转向你的脚，前弯，三、二、一，吸气往上，吐气，右手抓右脚，左手往前往上，吸气把胸跟肋骨翻开，停留，左边臀部往下坐，三、二、
一吐气，腹部收转向你的右脚前弯。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慢慢吸气带回来。对，吐气停留。OK， 慢慢将你的膝盖微弯，还可以吗？对，然后把你的弯到你的脚，可以慢慢的放下来，双手伸进去，对，可以吗？双手伸到你的膝盖窝后头，对，很好，脚跟踹出去延伸，下巴延伸出去，胸口打开，我们停留。脚跟哦，脚跟踹出去，对，脚板勾，脚跟踹出去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慢慢的，左脚膝盖微弯，把左手抽出来，右脚膝盖微弯，右手抽出来。OK， 两只脚，歪膝盖收进来，轻轻动动，放松一下下，还好吗？大家，今天的速度比较快，因为有新同学，我怕他等太久会崩溃，再也不敢来了。好 ，OK， 还可以哈，要保持稳定哦，然后双手往后，对，十根手指头往后，对，很好，歪膝盖。臀部往前带，嗯哼，然后确定好之后，手保持推好哦，臀部往上提，腹部收，眼睛看向肚脐，三、二、一，头往后放，脖子可以动一动，三、二、一，头往前看。右脚弯膝盖往上踢，三、二、一，弯膝盖放下来，往上顶，二、一，左脚弯膝盖往上踢，三、二、一，弯膝盖往下，臀部顶，二、一，臀部往前坐。腹部收，对，双脚往前，好，开始移动咯，如果可以的同学拉到你觉得最低的位置，往前，臀部可以左右摇摆往前，到你的腿可以伸直，眼睛看向肚脐，在吐气的时候让两边的肩膀放松，五，肘关节会很痛是正常的哦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两脚弯膝盖往上延伸，停留三、二、一，弯膝盖。往前踹，两边的肩膀轻轻动一动，放松一下，还可以吗？还活着对不对？来，脚交叉，把膝盖往外打开，这边会比较久一点点哦，所以不要起来哦，好不好？坚持下去哦。有没有看到老师的大脚趾头碰在一起？把你的臀部坐向地板，有看到吗？坐到地板，膝盖往外打开，看得到哈、哦。所以你的脚跟内侧是捧着你的臀部的，大脚趾头是连接在一起的。OK， 身体往前延伸，把右手穿过左边腋下，左手往前，额头碰向地板。对，两边肩膀转正。尤其是左边肩膀翘起来的同学，把左边肩膀往下压，
你的背都要放松，让有一天你的胸、肋骨跟肚子都可以碰向地板。在每次吐气的时候，让身体不断地往下沉，臀部坐上脚后跟，不断地去检视自己的细节，你的臀部有没有吐气的时候坐到地板，会阴部能不能碰到地板，肋骨有没有碰到地板，肩膀有没有碰到地板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是哪个位置卡住了最紧绷呢？可不可以观察到，或者可不可以将你的呼吸送到最紧绷的位置，吸气感觉扩张，吐气让它完全的放松。最后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缓缓慢慢左手推地，右手吸气，直接往天花板上面走，胸打开，吐气慢慢放下来，右手撑地。把左手穿过右臂腋下，掌心向上，右手往前延伸，额头碰向地板，右边的肩膀往前压，让你的左手臂平行哦，不要下45度角哦。对，平行，对齐你的腋下就对了。一样呢，去检视你的臀部、会阴部有没有碰到地板，肚子有没有碰到地板，肋骨跟胸腔有没有慢慢的往下沉呢？如果没有，去观察自己哪个位置特别的紧绷，被卡住了，你可以将意念把呼吸送到最紧绷的位置，吸气感觉它的扩张，吐气让它完全的放松。有时候我们在放下来的时候，往往不忘记
去放松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状态。所以当你察觉到了，就试着放松它，放下它。最后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慢慢将右手先带回来推地，手肘放向地板，左手慢慢的伸直，吸气往上。三、二、一，吐气，慢慢放下来。OK， 把你的身体放下来，对，臀部往前。好，把你的小腿打开，阴室开宽。对，往外打开，你可以垫毛巾在膝盖的内侧。你也可以拿枕头放下来，找一个你最适合的方式去练习，不断的放松，不断的打开。或者今天你不用都可以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慢慢的手肘先推地，先停在这边，腹部微收，把右脚稍微左脚往外打直，右脚稍微收一点点进来，对，往外踹出去，把右脚再撑开。单只脚伸直，单只脚做阴式开髋，看得到哈、哦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保持在这里，腹部微收，膝盖碰地板，将左脚带回来，阴式开髋，对，再把右脚打直。对，右脚打直，左脚青蛙腿，一样哦，开到很深的内侧哦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慢慢把右边膝盖轻轻往前，来到青蛙腿，一下下，三，手去推地，对，让臀部往后，二。慢慢身体往前，对，
膝盖慢慢收回来。对，弯膝盖，左右动一动，放松一下下。然后确定好之后，我们把瑜伽枕带进来，放到你腹部的肉肉，肚子的肉肉。膝盖往内收一些些 ，OK， 慢慢往膝盖，手抓着右侧跟后侧，把胸拉开，脚往后踢，肩膀转开，胸拉开，轻轻的踢，背部不要用力，找到稳定呼吸就好了，不用做太用力。对，最主要是脚要往后踢，可以拉到肩膀，然后背放松，三、二、一，吐气放。好，还可以吼，来左脚，对，右手，左手推，胸打开，微微有点后弯，脚往后踢。去拉开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把身体转正，左手推地，一、二，肩膀转正，左脚往后踢，三，脚要踢到你后面的肩膀往外转开，右边肩膀往外转开，对，脚持续踢，把胸往前顶出去，二、一。很好，手肘放，右手放松，背部放松，向前扭一下下，还可以吼，右脚弯，左手往后往上，对，往后踢，胸拉开，把你的前侧腹直直，跟头往后，三。呼吸哦，二、一，带回到正中间。对，保持在这个往后踢，把你的右手打直，胸拉开，两边肩膀转正，同时左边肩膀往外旋转开，停留三。好，二，胸再往前顶出去。一，吐气放，手肘放，背部放松。OK， 让你的手肘轻推地，脚全踩地，膝盖往前度，双手撑地，猫拱背，眼睛看向肚脐。三。二。一，双脚交叉，臀部往后坐，瑜伽枕放在后侧，双脚往前，弯膝盖，还可以哈。右手放膝盖，左手膝往上，吐气放到左边肋骨后侧，左膝盖打开，左手放进来，夹的时候把身体保持回正，对。背要打直哦，所以你现在左边的肩膀会很痛。你看到老师的手肘是放到左边的膝盖内侧，对夹。所以手掌是反方向哦，三，背挺直哦，二，一，很好，慢慢将左手打开，肩膀动动放松，把右手膝往上，吐气放到右边肋骨后侧。右膝盖打开，右手肘放，手肘夹，身体回正，不凹你的手腕，保持身体回正，膝盖夹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慢慢膝盖打开，肩膀动动，放松一下下，
好，这次确定好之后，把双手往上，吐气的时候放到两边肋骨的后侧，右手先放，再放左手。对，两边膝盖夹背拱头低，停留。对，背拱起来，然后头低，看向肚脐，慢慢夹进来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慢慢的。脚放开，肩膀动一动，放松一下下，还可以哈。然后脚交叉，趴向地，躺向地板，然后把瑜伽砖呢放在你的胸椎的后侧，可以吗？还知道哈？因为今天要做后腕，对，放在胸椎的位置，吸气。吐气，往后躺，双手往后延伸。慢慢将双手带回来，你可以帮助你的后脑勺，把头抬起来，手就轻轻的推地，把右手拿砖带出来，轻轻的将身体放下来，对，慢慢弯膝盖，然后让你的右脚像翘二郎腿一样，对。然后左脚往外一步，左脚往外一步，然后轻轻的将你的膝盖往下倒，同时左边的臀部往下压。对，三，所以两边的臀部尽量正哦。对，二，带起来，把双手抱住你的小腿肚，往你的胸口压。对，往胸口压。如果你抱不到小腿的话，你就抱大腿后侧，把它往胸口压。尽量在压的时候，让你的下背也可以碰到地板，下背要贴地板。对，五、四。日慈穿到洞洞，抱到你的左脚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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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、二、一，手松开，将左手放到右膝盖，左脚踩上地板，右手跟脸转向右边，吐气，让膝盖往左边打，右边肩膀不离地。不是，你们看一下。我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转一下，你看到吗？我脚还在，对，脚还在，推向左膝盖，也是先扭转，我只要转哦，五、三、二，让膝盖有一天可以碰到地板，右边的肩膀不离开。如果你左边右边的膝盖已经碰到地板，肩膀也碰到地板的同学，
就试着每次吐气让肾脏贴向地板。很好，慢慢吸气带回来，吐气把右脚放下来，左脚带回来。 OK， 换你的右脚往外一步，左脚往上，90-90，吐气的时候慢慢往下打，同时让右边的臀部往下压，双手往后，想象两边的臀部是正的，不要飞了太多。对，用你的旋转肌 OK， 从右边大腿的外侧到你膝盖内侧，这叫旋转肌 OK， 会影响到你的下背，都可以感受一下。5 4 3 2 1，慢慢吸气带回来，很好，把右脚踩进来一步，对，右脚带起来，左手穿到洞洞里面，抓到你的右大腿后侧，如果还可以的同学就抓小腿肚，对，左脚脚板勾，试着让你的脚去靠近你的胸，但是让两边的下背可以贴向地板，贴着的同时让下背也贴向地板。5 4 3 2 1，慢慢手松开，对，很好，把右手放到左膝盖外侧，对，左手跟脸转向左边，吐气膝盖往右边打，左边肩膀的位置，那有一天你的膝盖借由吐气的时候可以碰向地板，左边的肩膀可以碰向地板，到有一天你的肋骨也可以拉向地板。五，持续你的深吸深吐。4 3 2很好，慢慢吸气带回来。OK， 双脚打开 ，Happy Baby， 往两侧的腋下压，心往上，然后左右滚动，按摩一下你的下背、中背或者是上背。很好，慢慢两边膝盖合在一起，双手交叉，抓脚到外侧，膝盖在里面，两手的中间。头去看向膝盖，再次左右滚动，让你的中上背都拉到。2 1，慢慢放松，头放下来，右脚拍拍左脚的小腿肚，左脚拍拍右脚的小腿肚。进入十八层啊，大休息。太亮的同学，你的眼睛可以盖毛巾。OK， 双脚伸直，手型向上，呼吸意识，练习身体的状态，完完全全的放松，完完全全的放掉。